Hello， 大家好，咁啊，今场马上打打呢个王川，咁啊试一试山城神。其实我比较少用山城神嘅关系啊，咁佢诶进化完之后我都未嚟过，未用过，哇劲喎！哇，佢只仔都打到残血，有冇咁靓啊？咁啊，用翻只比较渣少少嘅水天狗啦，系啦，咁啊。对呢关嘅陷阱嚟讲系冇得帮助，咁由于系爆炸关系，所以就应该都配合一下山城神啦，系咁意。咁其实我有三隻山城神嘅，咁嗱我未有呢个神化材料啊。山城神我大把，其实打问题我唔想升啊。睇下先，咁啊好友咁啱挂一隻，即刻攞嚟用啊。OK OK， 哇好劲喎！喂，即个友情比想象中大力，我之前睇巴哈啲友又话好犀利嘅喂。又俾佢 flag 咗，杀唔死，哇！但系清怪一流喎，打黄泉真系 OK 喎，呢只。等下先 ，Octus。咁啊，三下两副，一分钟搞掂咗两关。呢度，咁啊，呢啲就唔使谂噶啦，基本上你系。唔需要思考喎，呢友情阵嚟讲系唔需要思考，即系见嘢撞得噶啦。OK 吧。哇，清晒喎，上面嗰只复活怪，冇人掂过去，自己死鬼咗，你几恐怖你话？好劲喎个友情，点解？啲巴哈仔又话扣好少嘅。咁正喎，但系其实我唔系好知佢点样计嘅，嗰个雷射系，即系求其撞落去就算数咯，简单啲讲系啦 ，OK。Bullshit， 只要每弯都撞到两只山城神，基本上我谂清怪咪清版面啊，我呢个真系清版面一流。令我谂起个 Crash FIFA 啲爆炸猪啊，一夜成个版面清晒。睇呢关，如果呢关都清得靓嘅话，咁就代表只好劲嘅应该。哎呀，哎哟，系啦。咁啊，曾经以前细个打黄泉呢关系嘥我最多时间其中一关嚟，但系我谂大家开头玩嘅时候都好有印象啦。呢关系好麻烦，即系如临大敌嘅。基本上呢关系对角两只复活怪，你清极都清唔晒，唔知点解。但系而家喺呢个咁先进嘅年代，你睇。系完全冇压力嘅，好啊咁样，咁啊话咁快有一日皇冠先啦，我哋，咁其实你双极运阵，你将天狗换多只十三号机都好稳嘅啦，应该，照咁嘅情况睇，我睇都唔会输嘅 ，OK。谂下，其实最适合打黄泉嘅极运角色系边只都好有争议。我自己觉得咧，理论上嘅话，十三号机系一定对应晒所有嘢，加埋佢友情唔弱嘅。咁啊，但系就十三号机最大的缺点啊，佢唔可以卡点，因为黄泉呢关系好多位俾你卡去，卡死佢。咁啊，如果你用贯通角色嘅话，就变相少咗卡点嘅机会嘅。咁啊，所以到底佢同水蝶边个好啲啊？呢个见仁见智啦，都系嗰句啦。咁但系你用翻其他角色辅助嘅话，咁啊十三号机系一个唔错嘅辅助角色啦，因为佢就可以确保到佢嘅路线可以撞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啊，即系唔受黑洞影响。咁话飘呢只嘢，我都唔多，我对上用都唔记得系几时咯。呢只嘢时代嘅眼泪都只可以讲，但系佢都系我第一次单拆黄泉嘅其中一个角色。打皇冠有啲慢啦喺度。天狗开开嘅，咁开俾两只山城神先我。哇！即刻秒啊！咁你撞佢嗰一刻开始，佢已经加咗攻啊，所以佢友情系马上计嘅加攻后嗰个友情，咁所以痛到一个点啊！卡点，好耐冇卡好紧张。Oh shit！ 入唔到去嗰个腐狼啦，呢个完全系。咬翻落去先，
我唔知道自己有冇撞到，其實企又可以開絕招嘅，不過費事開，我想留一留。因為打環開都應該 OK， 但因為基本上我而家大好形勢，我覺得唔使，哇都唔係嘅，其實都唔係太好。呢個食血定係咩好啦？呢度諗 OK 過關，因為呢下佢唔死，我好大機會會死。哇！都暫時我覺得山城神都幾勁，兩隻可能係兩隻嘅關係啦，那個威力真係幾高。卡點先？應該卡到啦呢下 OK。哇！但係勁少個扣。我天狗個技咁耐三彎啊！其实几屈机，佢呢啲加工，其实如果你如果佢系六星角色有咁嘅加工配率同埋回合数系好屈机嘅，三个回合咁样加工法，所以怪蛋暂时都未有，好似又话暂时未有一个六星嘅角色系可以有即系有天狗呢种咁嘅配，即系天狗私人呢种配率系好屈机嘅，太夸张啦，我觉得实在，即系什么明日香啊、朱芬嗰啲好似系冇咁夸张啫嘛，我记得。因为如果唔系咁样就好离谱啦！你黐线咁三个回合都仲有加工状态，低能玩晒啦！你系咪先？咁啊，迟早会有。通常我讲完呢句嘢之后，迟早佢就日版就马上有一只咁嘅角色嘅。通常即系嗰啲咩超兽神限定嗰啲咁嘅角色，屈你抽嗰啲卡点。哦 shit， 太耐冇卡咯。开开绝招先。爆药点都有一百万啊，应该史极都有一百万啊，哇 ，OK 喎，百四喎，哇，快乐地撞呢个友情技啦，哇，真系唔使用脑，而家怪蛋已经系完全系，即系玩得多真系脑退化喎，完咗完全系冇思考咁样，即系谂都唔使谂咁样去撞咯，基本上系冇可能你。啊少嗰啲乐趣咯，我觉得咁样会系嘛 ？OK， 你睇依然打王传几辛苦，你谂下，啱啱开始玩嘅时候，真系最难嘅关卡嚟。而家你睇到真系见嘢撞啊嘛，都要过关，点都唔使卡。咁啊，只可以讲时代不停进步啦，可能跟住火爆、水爆嗰啲先难咯。哇，三只以前又哇七分几钟，其实都算快。即系完全冇乜卡点嘅情况下，七分几钟系好快。咁今次嚟到呢度先啦，下次见，拜拜。